就是答应了。小心啊，你走路能不能不要三心二意的？为什么会跌倒？而且如果地那么滑，你就扶着旁边走就好了。楼梯那么长，你万一滚下去怎么办？喂，周明啊。阿姨姐，你知道哪个健身房比较好吗？健身房？这样吧，我找个朋友帮你问问，好不？好的，那谢谢阿姨姐了，我等你消息啊。不客气，拜拜。喂。哎，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吗？是不是别人的事情？我还没有说是什么事情，你怎么就知道是别人的事情？因为你自己的事情你都不会求我。这么说你就是答应了？小心啊，你走路能不能不要三心二意的？为什么会跌倒？而且如果地那么滑，你就扶着旁边走就好了。楼梯那么长，你万一滚下去怎么办？那个霸道总裁的人设好像不太适合我，我以后还是做那个热心助人的老邻居吧。知道。你的脚没事吧？我 OK 的。安姐，我现在真的打不动了，要不改天？不可以哦，这才刚刚只是一个热身，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地请到了一位全能的陪练，任劳任怨，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常有的哦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们下面就有请陪练登场。起 ，OK。哎，我好像从来没看过你跳舞。双拳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。来，直拳，肘击。来，劈腿。我真劈了。停。安姐，这个拳击太好玩了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继续来打呀？我看你还挺有劲儿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真的很解压。对啊，安安姐，你男朋友还挺不错的嘛。啊，其实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光的嘛。啊，除了长得一般，其他都挺不错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是。什么叫长得一般？你有没有审美啊，小妹妹？哎，你不是一秒钟之前还说人家很有眼光吗？好了，我也走了。去哪？上班啊，这里门店又不远。不是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就直接下班就好，你干嘛还回去上班？邵总，我又不是你，财务自由，工作自由，我是跟人家换班的。要不？你再陪我走一段。好。邵总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你要再这样，我今天会被扣工资了。